主料绿豆瓣180克，辅料葱味飞饼两张，芝麻豉油2勺，糖粉70克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绿豆瓣加水浸泡后沥干水分待用，豆瓣铺于盘上，大火叮至10分钟，蒸好的豆瓣用擀面棍捶成豆蓉，再拌入食油和糖粉，搅拌均匀至面滑。飞饼一切为2，滤为擀圆，中间薄入适量的豆蓉，收口成包剂子，略压扁成饼形，饼面再按上适量的芝麻，平底锅中小火烘烤，放入饼胚，烤至两面金黄熟透即可。烹饪技巧，这款绿豆饼用平底锅烙或用烤箱烤制都可以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